大家好，这个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那个唱头的垫片哦。那这个本身的重量很轻，而且它的硬度很够。那跟传统的唱头垫片其实不太一样，传统的唱头垫片像是英国一家叫 Cartridge Man， 它是软的。那软的东西其实锁了容易变形啊。那它其实有的东西放阻尼在里面的话，其实有时候也会增加唱头的重量。那我们这个啊，东西的重量是大概 0.25 公克，非常非常的轻。那它是一个非常硬的东西。那你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有两面，这是接唱头的那一面，那背面有一面白的，白的是接唱臂的部分。那其实这个东西是两层的，它跟传统的不一样，是只有很多都是一层，或者是中间有软的。那它的效果的话，其实在音场啊、跟定位、跟所有解析都会加强蛮多的。而且这个的话，像你的唱头如果尺寸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话，可以把这两片虚线的部分折断，那也可以符合大部分的唱头，让它看起来更美观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唱头垫片，是个非常有用的高阻尼的材料。好，谢谢大家。